荣耀发布多主摄融合计算摄影技术，照明称拍照效果领先 iPhone 13系列。9月22日消息，今天荣耀召开了一场 Magic 3系列影像技术发布会，带来全新多主摄融合计算，实现影像能力再次进阶。据介绍，在深化 AI 计算摄影能力的同时，多主摄融合计算摄影技术以黑白、彩色以及不同焦段镜头为信息源，通过多维度、多模态信息融合技术，丰富捕获信息量，实现全焦段高清影像体验。彩色传感器加黑白传感器融合 ，AI 智能融合，让色彩更生动。对于智能手机而言，摄像头传感器的尺寸很大程度上影响成像的清晰度，为解决定焦镜头连续变焦所导致的中近焦段画质损失问题，提高中近焦段人像拍摄的成像质量，荣耀 Magic 3 Pro 和荣耀 Magic 3至臻版带来彩色主摄与长焦镜头融合方案，通过长焦镜头来增加主摄拍摄图片中间部分的清晰度，可以覆盖54至94毫米焦段，使变焦成像清晰度最大提升180%。